寺山河挺脊梁，敢将日月再丈量，今朝为我少年郎。6月23日，全红婵世锦赛国外训练视频曝光，全红婵与陈芋汐动作神同步，水花超少，世锦赛冠军稳了。陈若琳示范动作指点，红姐乖巧细心听讲，他们水平高超，稳定发挥，世锦赛金牌将是他们夺得，加油。You're trying to stay strong and fake a smile until I look away. But I've known you too long, it hurts to watch your blue eyes fade to gray as you fade away. 全红婵经过打磨，在自己 207C 这个难点动作上有了明显提升。昨天的比赛，五名裁判有三位给他亮出了满分。这一跳，他得到了97.35分，最终他以450.15分毫无争议的排在首位。